迎嚟到我嘅 channel， 我系 Amy， 咁我就一个读内衣设计学生啦，所以第一条 daily vlog 就要带大家睇内衣设计学生嘅一日啦。12:30平时就系我哋翻学嘅时间，但系我就通常都会迟到嘅。我都唔想啊，但系真系起唔到身。啊，大家上堂嘅日记。即刻打咁我哋今日上学嘅咧就系学画 bra 嘅纸样啦，开头我已经学咗 basic 嗰啲，而家佢哋画紧嗰啲咧，全部都系如果个 bra 有问题，佢哋就学紧点样去改个纸样啦，然后令个 bra 变翻啱嘅。咁呢个就系其中一科要学嘅嘢啦，但系呢一科咧，我哋就系成个 sem 都系不断上堂，系咁画，系咁画，系咁画。咁我哋读内衣设计上堂点解冇 bra 咧？呢个就系我偷隔篱咗个 bra 啦。佢哋就系画晒啲线喺度啦，跟住之后准备系要改呢个有问题嘅 bra 啦。系啊，我哋上堂系真系多数都系对住个 bra 噶。总之佢嘅意思就系吹出嚟系嘛？跟住就写呢、這个。唔使吹上，佢话就加最啱呢个章。呢、這个？一喷完上去就得。擘大咗啊！有呢、這个擘大咗，你画出嚟呢两度。剛才改的不洗頭住不戴帽，我是每個禮拜五都不洗頭，我不想跟你講話。 我斷了一條片算了。你講下，你講下，對襪有質的，咖啡質好型啊。我以為一刻真的特登的，當然啦，不是即是你特登的，當然不是啦。咁你個頭係咪特登㗎？特登特登唔洗啊！特登唔洗今日咧，我 gel 皮，我即係噴 spray 啦，都唔洗頭。What the fuck？ 跟住咧落咗堂之後，我哋多數人咧都係會直接去 lab 度車 bra 嘅。咩啊？我連咗頭。2000 years later。搞咗咁耐都系剪咗呢啲布同埋车咗呢啲出嚟，俾大家睇下，其实 bra 咧系真有超多零件咯。几浸个白色嗰个，成套白。